就自己打球咁樣車上。我真係笑死我了。好快一日都可以。
过程中相差很多，不然也不算挂高。然后如果你有发现的话，平均的成果，哇，你都上去啦，好难想象咧，好讲。你应该也都上去，你个如果我呀，如果唔系大个就可能未必。周林25几岁你就开始呢个。我細個就唔敢聽我媽講，我細個好似唔知係邊次咧，一隻啲日本城咧拆咗巴士，跳到街，我店員發現好笑，我直接攞出個巴士出嚟，跟住佢好似唔敢翻，佢話巴士跌，我呢排又接埋佢嘅手，跟住我話，跟住就報警，真係，跟住我俾佢俾佢拍，跟住我話呢個真係行緊車咯。我媽就買水去個廁所，跟住我話：一陣入嘢啫，啲馬車啊，唔知啊，唔知咯。我諗翻出嚟，佢係唔同嘅運，定翻到交通。唔知啊，因為唔知啊，唔知啊。我媽就話：下一站是黃大仙站。我唔知啊，下一站是黃大仙站。我想細妹妹就想。請緊要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brake。请紧握扶手。你公司嚟嘅，咗十秒唔该多，100蚊以内，好似系个的士。好啦，佢啲系遥控卖，我真系唔买。站地花田跑道。喺呢一个。第一个系花田跑道。最重要是越穿越得，即是我臨時我屋企我佢知啊，所以先開窗同事咁樣。我仲未諗到呢場打咩車，佢話朝頭早啊，可能我第一日，阿田可能我上機場瞓唔醒咁樣，睇下幾點機啦。如果佢早，如果佢真係8点机，我一定機。
请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请紧握扶手。好好好。
the handbrake. 紧紧握扶手。